主料：小黄鱼八条。辅料：油、盐、料酒、姜粉、胡椒粉、面粉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小黄鱼去肠洗净，加入料酒、盐和姜粉，腌制一个小时。准备面粉，把腌制好的小黄鱼沾面粉，沾好煎，一条一条煎，全部煎至两面熟，蒸出即可。烹饪技巧：喜欢吃脆点的，可以煎两次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